宝贝儿啊呀呀啊哦啊上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喵妹说电影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场边境捉拿走私团伙的电影《士兵的荣耀》。秦胜男是一位国家级散打冠军，接到某部队的特招邀请，成为一名特战队员，为守卫国家边境安全做贡献。不料在一次行动中，因缺少经验，只与犯人正面刚，不但失去了左腿，还被组织处分，提前退伍。这是胜男大学时的初恋，两人在一起时很相爱，但是胜男进了部队后，没时间跟他经常联系，于是他就写信给胜男提出分手。两人虽然分手了，但前男友的舅舅还是很照顾胜男的，他是做玉石生意的，常年在边境出入。官方得到消息，几个外国人正想通过舅舅之手运进国内一批军火，想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制造恐怖袭击，官方必须阻止这批军火入境。我们的女主胜男虽然退伍了，但他并没有选择回老家，他一直坚信领导说的话，有缺点的战士终归是战士，完美的苍蝇毕竟是苍蝇。于是他去到了一个偏远的山村，在那里遇到了几个贫困学生，决定用自己的努力资助他们上大学。无意间看到一则招聘保安部长的广告，就去应聘了。他用实力让老板用年薪20万录用，巧的是来应聘的还有一位叫马远征的退伍军人，两人实力不相上下，老板决定两个人都收下。这位老板是做海外公路建设的，出门在外不免有各种麻烦事，马远征决定召集有实力的人组建最强保安连队，然后就带着一个人马出境了。另一边，舅舅正带着前男友研究玉石，几个外国人找上门让他走私一批玉石。虽然此时舅舅已经欠下2亿的债务，但是思量再三后还是感觉违法的事不能做，但是外国人头目竟然拿家里的女儿威胁他，舅舅慌了。他一边联系侄子提前回国报警救女儿，一边把此事告诉胜男。胜男感觉事情重大，而且对方很有可能已经监听了自己的手机，就决定亲自回国报告组织，并让队友死死看住外国人手上的一卡车玉石。到了加油站才明白，原来临走前领导说的那句话是安好。领导早就知道胜男和舅舅的关系，猜到他肯定会搅入此事，于是坐在他的假肢上装了定位器，并早早在国内接应他。与组织取得联系后才知道卡车里装的是军火，于是连夜赶回，和马远征等人联合抢出军火。外国人丢了货就恼羞成怒，开始带人到建筑工地出气，本以为只是一群工人，没想到遇到这么一群训练有素的保安。马远征迅速组织工人隐蔽，然后带着保安应战，他们利用从对手那里得来的枪支很快将对手打退。外国人回去的路上认出了舅舅侄子的车，就把他绑架带回了自己的营地，并打电话威胁胜男要用他前男友和他交换那批军火。两人在通话的同时，胜男让会计算机的同事定位到对方的营地的位置，并决定好3天后见面。当然营救行动是要在约定见面前出其不意进行的，行动前连老板也跟来报名参与，但喵妹认为你还是在家照顾好自己比较好。国内的组织也表示支援会很快赶到，但是为了把握时机，胜男他们必须立即行动，况且电影里的支援往往是不会到的。前男友在饱受折磨的同时，胜男等人已经悄悄进入营地，他们将单个的岗哨一一消灭，然后分头行动，包抄潜入，枪声打响后很快就有人围住了他们。头目带着前男友出现了，还没说两句话头目就撕票了，战斗就此结束。故事的结尾，胜男重新回到组织，继续当一名保家卫国的好英雄。影片中还有一位可爱的角色，就是老板身边的傻助理，给原本紧张的剧情增加了不少乐趣，强烈推荐大家观看哦。今天的分享就